这把可不能输啊！打这种弩的话有点危险，你还挺会玩。 地狱塔加弩，不对，地狱塔加这个鬼东西，地狱塔飓风加弩，太恶心了。
一下有没有搞定。我操，这个逼太猛了，85分。我操，好卡呀！因为观战的人太多了，所以。单防光对面，对男生。他全都冰到，冰到的话机会很大。还有人家就是滚筒嘛，就是滚筒还有机会。一下，带走。我用的 Pad 直播，所以就没有这种头像背景都没有，因为网络不太好。我操，这人三枪，别遇到他完蛋了，妈的！一下，你跟我玩，早死了。这个人应该第四名了，第五名了。
Yeah.